was on the street. I don't know if there will be some guardians who will go out and stop us. Yeah. Well, if they stop us, so we'll just keep going. Just keep going. Yeah. Or maybe they let us to clean them up. How many kilograms is it? So maybe 25. Per person? Or no, per person, 12.5.
掉了。耶、yeah. ，完了。你们这样说对不对？你还存？你还拍？来看着我，你这样做不对的。你们这样做不对的。什么啥？啥题啊？啥题啊？伊能说侬女伊吧？伊拉能破坏侬女伊吧？伊拉杀疯侬女伊吧？这他杀的啥？哎，伊拉杀疯侬女伊吧？当然你可以这样说，我是很起劲的，对不对啊？收到你们要求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是破坏环境的，对吧？哎，大叔可以讲话，不要打。但是他这样做不对。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问题的解释。那你得到什么允许了没有？你得到什么人允许了没有？当然了，你这不是破坏环境吗？哎，你这不是破坏环境了？你这盆是什么东西啊？你这盆是什么东西啊？它就是沙子。什么沙子？白的沙子吗？你有什么证明吗？你这撒出来会不会对人造成损害吗？不会。怎么不会呢？那你会拿出化验？不是我拿出化验，你要拿出证明来证明不会啊。像你们这种人算什么东西啊？像表现艺术吗？艺术是这样表现的吗？艺术的意思不是人家的反应吗？不是艺术人家反应，你像表现什么东西啊？你仅仅像是看看人家反应吗？我的反应就是你这是破坏，对不对啊？你不要笑，你这眼睛很漂亮，但是是丑陋的。行为艺术。